洲音乐季结束之后，在后台会场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功宴。国外的歌手全员到齐，但韩国在地的艺人只出席了几组，让原本期待中很热闹的场面讲文不少。自己更荣幸的是，可以跟各个地区、各个地方来的最顶尖的艺人朋友在同一个舞台上，让我有很大的收获。너무기뻐요여러분수고하셨습니다谢谢大家在场的每一位都辛苦了。AKB48 到哪边都是大阵仗，不愧是日本当红炸子机。庆功宴上16个小女生也成为大家抢拍的焦点人物，虽然人多势众，但 AKB48 太娇小，以至于常常被挡到。同一家公司的 BTS 跟 Four Mini 成为参加庆功宴的唯二韩国代表，只不过 Four Mini 成员佳允在谢幕时意外受伤，会场也只剩四个小女生到现场。네저희가이렇게아시아많은아티스트분들이모인자리에같이함께한것에대해서너무영광을생각하고요또이번에는 G20 정상회의도같이해서되게뜻깊은무대였던것같아요앞으로아시아에서많은사랑받는 Four Mini 도록열심히하겠습니다네일단오늘 G20 정상회의를기념으로열린 아시아송페스티벌너무나훌륭하신우리가수분들이아시아각국에서오셨는데요그자리에저희함께해서너무나영광이고요오늘같은정말멋진공연들이좀자주열렸으면좋겠습니다정말너무나즐거웠고요많이와주신분들관객분들에게도감사드리고한자리에모이신가수분들에게도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전해드리고싶습니다이 电视王伟谦、叶芳玲在韩国首尔采访报道。